腾讯体育8月21日讯，法贾尼斯俱乐部通过官网宣布，意大利前锋巴洛特利本赛季继续留在队中效力。此前有消息称，巴洛特利即将转战英超加盟西汉姆联，但最终新帅雷埃拉还是将巴神留在队中。尼斯即将与其续签新约。尼斯官方发布公告，巴洛特利继续留在尼斯俱乐部，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决定，巴洛特利继续留在尼斯。意大利国脚向董事会表达了自己的意愿，这将是巴洛特利为尼斯效力的第三个赛季。双方在周一晚上已签下续约合同。之前巴洛特利的合同签至2019年夏。据悉，巴洛特利将缺席新赛季法甲前三轮比赛，第四轮他将随队前往里昂。目前巴洛特利还在健身房进行恢复性训练，下周他将归队合练。2016年夏窗关闭前，巴洛特利由利物浦自由转会到尼斯。两个赛季他为法甲劲旅出战16次，打入43球3送助攻。在尼斯前主帅法夫尔的调教下，巴洛特利不是那个场外花絮满天飞的问题球员，他将心思全放在足球上，亦不怎么惹麻烦了。效力尼斯的第一个赛季，他在法甲联赛中出场23次，打入15球。上赛季他为尼斯出战28场法甲，打入18球，已是球队不可或缺之人。牛牛 FAN 的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